直以来，你们也知道徐阳是我公司的艺人，对吧？我也从来没有当众表扬过他，我只是避嫌而已。我觉得今天，我想表扬一下你。真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从来没有正儿八经跟徐阳说过一句话吧，对吧？但是今天我觉得你的表现真的也真的特别的好，谢谢。而且我觉得你比以前有自信了，我觉得你进步了，争口气。好嘞。